是。火腿肠。两个。住口！什么有事儿？别再把猫招来。招猫？就我这么点事儿，别说招猫了，顶多呀招个耗子。哎哎哎，好哥们儿，好哥们儿啊，见面分一半。不行不行，你自己闹。凭什么？我就是我不想自己闹。不成。你们俩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们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老同学聚会能回来的早吗？哟。这么说感觉不错、啊、什么不错呀，本来都一年的，现在都变成我学长了。那可不是嘛，人家都大二了，您老人家才大一，可不是你学长吗？怎么样，不平衡了吧？你不会给我们你同学聚会吃了那么多好吃的，凭什么抢我的夜宵了？人家都大二了，我才大一，我能有心思吃吗？我呀、啊、你没心思还吃，看来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了。哎，给我留点啊，一共有几片啊？还有两片。哒滴滴滴哒滴哒滴滴哒滴滴滴哒滴哒，不淋漓尽致不谢谢啊！哎，你给我，你就给我，你给，哎，你这是夏雪的家吗？嗯，您是啊，我儿子跟夏雪是同学，我是张扬的妈妈。哦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我给你叫小雪去啊！您先坐吧，您先坐。好，小雪，小雪出来，出来，快点出来，快出来，有人找，有人找。谁呀？就是上次送你玫瑰花那张扬，他妈。对，回去吧。来了，小雪啊，阿姨好，哎，您坐。哦，哎呀，小雪啊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小雪呀，我可见到你了呀，阿姨。您先别激动，您先坐下，您别激动，您别哭了，您先坐下，您慢慢。小雪呀、啊，哎，我是为张扬来的。张扬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孩子，嗯，以前学习不太好啊，可是我感觉他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，只要一努力，学习成绩立马就上去。哎呀，你太了解他了。今儿呀、啊，送了没有白来。你不知道，这孩子高考的时候呀，那是超常的发挥。嗯，考入了重点大学，把我这个高兴的呀，晚上笑得合不上嘴。谁知道啊？这一学期一开学，他情绪低落，还得了抑郁症。啊？哦。怪不得昨天同学会上他才跟我说了两句话，我还以为他考上重点大学就瞧不起我了呢。他能跟你说两句话？嗯。小雪呀，啊，这三个月了，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了什么了？昨天晚上他说我见到小雪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呀，已经两个星期没去学校了，把我们一家人愁的呀。所以，我这才来求你来给帮帮忙的。我能帮什么忙啊？你，哎呀，小雪，嗯，来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这是？这是他的日记。
这不能随便看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小雪，你看看啊。4月12日，晴。我超常发挥考上了重点大学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。在这里，周围的同学都比我学习好，都比我优秀，我成了学校最最最底层的乌龟。继续往下念啊。啊，世界在我的眼中早已变成了灰色。我无法忍受，无法入睡，无心看书。哎，这一点跟我还是比较像的嘛。这个学我上的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嗯，各方面都与我雷同，这是在写他自己吗？分明是在写我嘛。你别这贫嘴啊，他都2个星期没上学了。哟，还逃学。快、啊、快快，我来给你念下一段。嗯、哦、嗯、哦、我在如此灰暗的世界上，如果说我还想见一个人，想听一个人说话，那这个人就是我的高中的一个同学。嗯，下雪。看啊，这患抑郁症的病人这多痛苦啊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哈，咱小雪在他这心里位置这么重要，这么美好，这么崇高。所以啊，这次看来还只有小雪能帮他了。我怎么帮他呀？是啊，你让他怎么帮他呀？他一孩子，他又不是心理医生。哎，没准那心理医生说的话他还不爱听，他就听小雪的呢。小雪、啊、他可是你同学，你就忍心看着他天天这么痛苦啊？那我怎么帮他呀？就是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这种抑郁的情绪是容易传染的啊。不是，这玩意儿还传染、嗯、当然啦，你想啊，比如说啊，我得了抑郁症，我一天到晚就这样，这个世界是灰色的，然后你们兴高采烈从学校回来，哎妈，有特好玩的事儿你们跟我讲，我就这样，哼，有意思吗？我觉得真没意思。我一天到晚这样，你们能不被传染吗？哎，你们肯定得传染给你们的同学，我肯定得传染我的同事，你爸也得肯定传染给他的同事，这一下就扩散了，肝癌细胞了。哎哎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刘梅同志，你别在这危言耸听了啊！照你那么说，谁还敢去当心理医生啊？啊，那心理医生每天对着那么多病人，听他们在那儿倾诉，那还不得死十回啊？人家听归听，但是左耳的进右耳的出，小雪也可以这样，不用真听啊。你真行。他是一孩子，他能做到吗？您说的那可是专业心理医生，人家光大学学就学好几年，而且得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，面对过多少抑郁症病人。反正啊，你要不帮他，那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。啊，什么后果啊？啊，不会跳楼吧？不会割腕吧？不会吃安眠药吧？难说、嗯、这个患抑郁症的病人啊，你想想，整天不睡觉钻牛角尖，每天就想着如何解决痛苦，那哪天那根弦崩折了啊，想一死了之，这不是没可能。你没看那报纸上登那么多案例呢？啊，这么严重啊，看来我还真得帮帮他。啊，小雪。我们不是小雪，我们是小雪的弟弟刘星。夏雨、嗯、哎，张扬进来呀、啊、哎张扬哥，我们家有冰镇的可乐，还有冰镇的雪碧，还有冰镇的果汁，还有冰镇的卡布奇诺，热的也可以喝，你选哪一款？不喝，谢谢、啊、那我们就没办法了。嗯，张扬，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。其实不大好，简直糟透了。他们说我得了抑郁症。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可是两码事儿。反正我抑郁得很，很抑郁，非常抑郁。
你有什么可抑郁的呀？你多顺呀！你瞧瞧我，考了那么高分也上不了清华，想创业吧还四处碰壁，现在倒上了大学了，可还是你们的师妹，我抑郁才对呢。那咱俩一块抑郁吧。我没那意思，我是这意思吗？我姐不是这意思，对，不是。我姐的意思是说，就连她这人都不抑郁，对，你就更不应该抑郁了。对对对对，再说了，你想想咱们班吴江，勉勉强强考上了一个大学，他也没抑郁啊，天天都挺高兴的。你这么说，我连吴江都不如吧？不是，我姐不是这意思、啊，不是这意思。啊，夏雪。啊。我们的友谊怎么变得疏远了？聊个天儿，你两个弟弟还得旁听。那我马上把他们轰走啊！赶紧的，还在这听什么呀？进屋去。哎，你要这样对我们俩，我们俩也抑郁了啊、嗯！快走。嗯，我已经抑郁了。咦、啊！不是以前挺爱看碟的吗？我最近啊知道了一个科幻片，是讲人类未来的，听说特别好看，我借给你看看吧。未来就是无尽的黑洞，没有一点光亮。那，我这还有一韩国片，特别搞笑。搞笑，就等于无聊。那您想看什么呀？电影。只不过是人们为了安慰自己，虚构出来的一种幻想，何必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限的幻想之中呢？那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喜欢做的。嗯。可是还有人比我做得更好。你已经做得挺好的了，你都考上重点大学了。就是因为我考上重点大学，我才看清了自己。种种地方都不如别人。其实你还是挺优秀的。我一点都不优秀，我是天底下最大的笨蛋。那你要考上重点大学还说自己是笨蛋，那你确实是笨蛋了。你也认为我是笨蛋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么认为的。那你刚才已经说了我是笨蛋呀。我是说了。你看你还是说我是笨蛋呀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，如果，那你还是这么认为啊？我是指如果，受不了了，真受不了了！他哪还像个男子汉啊？被他给折腾的，我都快得抑郁症了，我真要崩溃了。哎。别急呀、啊，千万不要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。嗯，小雨，把咱们努力的成果给你姐展示展示。嗯哼，咚、啊！当当当当，这是我们在网上找的。对。什么东西、啊？解除抑郁症的几种方法。对。嗯。分散精力，找回自信。这也太抽象了吧，这怎么实施啊？你看这个，参加聚会与人交往，哎，这不是刚刚聚会完吗？龙宫他没说两句话，这招不灵。对，锻炼身体，驱散压抑，哎，这行哎。明儿我把我那滑板借来，让他好好玩玩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你得了吧，他哪练得了滑板啊？别到抑郁没治好，倒把脚脖子给崴了。那就剩下最后一招了，这不写着呢吗？帮助他人，感受爱心。呵，还帮助他人？现在咱们全家都出动了帮助他，他还不行呢，他还帮助他人。哎，这招没准还真行啊。嗯。咱帮他找一孤寡老人，让小雪带着他一块儿上门给人做点好事去。行了行了，你这叫什么招啊？哎，小雪带着他上人孤寡老人家去了，没几句话，他弄不好给人孤寡老人给弄老年抑郁了。那就换一个倒霉孩子，贫困有病，而且还经常受虐待。去，哪找这孩子？现在都独生子女，哪有这倒霉孩子呀？是啊，妈，嗯，这用找吗？现成的呀，小雨就是啊。什么呀？我才不
男孩子呢？你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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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能不闹了行不行啊？咱们这谈正事儿呢。哎，他能演营养不良啊？去，有他那模样的营养不良吗？你演还差不多。他顶多也就演个长梗组，哎，哎，就想上学装肚子疼啊！我肚子疼，就让他演那个长梗组，长梗组疼。哎，行了啊，这跑题跑得有点远啊。哎吧，没跑题，正说到点儿上。嗯，我最近啊恶补心理学，学了一词儿叫移情。别练，哎，别讨厌，行不行？我理解的意思呢，就是当这个人陷入不良情绪难以自拔的时候，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让他把心思放在别的地方。没有比一个满地打滚的孩子更能让人移情的了。哎呦，我现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我妈还非让我去看心理医生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呀。那你干嘛不去看呀？我没病，我当然不去看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还是有病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，不好了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这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这肚子疼，就跟吃了耗子药似的。啊，那他人在哪儿呢？这屋里呢，疼得满地驴打滚。驴打滚了，快走！干嘛去啊？赶快送医院呀！哦，对，送医院。哎呦，不成啊！啊，这小雨太沉了，咱俩也抬不动他呀。哟，要不张大哥你帮我们俩抬抬得了。我啊，这他自己这还抑郁着呢，他帮得了谁呀？咱们赶紧走吧。对对，赶紧走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他真满地打滚，哎，床底下来。等等，我去。真谢谢你的挺身而出啊！刚才你背小雨的时候啊，特别像个热血青年呢。是吗？嗯，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不是特好啊？嗯，那我明天还能来吗？当然能来了。那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呀，老姐，恭喜你呀！恭喜什么呀？我真希望他的病啊现在就能好起来。今天啊咱们已经初见成效了，只要明天再加大力度，保不齐就能出现奇迹。嗯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鬼点子啦？怎么了？我们家来小偷了。哦，在哪儿呢？在我爸我妈的屋里。哦。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呢？你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小偷出来可危险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让他偷你们家东西，我去逮他。哎，那行，那这样吧，你把我们俩解开，咱们一起去。更不行了，你要去多危险呀，我自己去。憋死我了，憋死我了！你说这少根筋的人怎么不把咱们绳子给解开啊？哎，你说刘星一个人能顶得住吗？哎呀！怎么没事了？
刚才什么声音啊？是不是谁把谁给打倒了？那谁把谁打了？打到我里边！刘星，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你，我刚才从后窗我跳上来，我让过来的。那张扬呢？他追我，我在花园给他甩了。你们俩怎么这样啊？可不是跟你们俩说好了吗？你们俩跟他一块儿进去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这一个人进的不够我们解开。气死我了！我老这么倒霉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小雪，我把贼打跑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刚才你们家来贼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可惜我没赶上。你在做什么？怎么对儿的脸像错了一样，不好像我们，好像比较容易让他们记。